你说过的每一句还清晰，你要保守的秘密，而如今秘密只是一种交换关系的工具。你唱着的双重性格，你懂得在不同的场合，你故意收藏自己的风格，只是为了讨好别人。所有的人其实只是想得到什么，凭我的揣测看穿了你只是个心机重的人，心机重的人、哦哦、别再用精神的手段迫我可怜，却对另一个他带着笑脸，就背地听着你的谎话连篇，最终才发现。其实只是想得到什么，凭我的揣测看穿了你只是个心机重的人，心机重的人、哦哦、别再用精神的手段迫我可怜，却对另一个他带着笑脸，就背地听着你的谎话连篇，最终我才发现。别再用精神的手段迫我可怜，却对另一个他带着笑脸，就背地听着你的谎话连篇，最终我才发现。